人呢？哎，这啥意思啊？这键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点来点去，怎么自己动了呢？早啊，早上好。中单剑圣啊，哦，嗯，干嘛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跟我俩喊什么？你有什么好可豪横的？你豪横啊？你有什么可豪横的呀？你很豪横吗，小伙子？嗯，你很豪，一换一，这波不亏。豪横什么豪横？跟我俩豪横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他攻速比我快一点，好像这波亏兵亏个屁，不亏。也得几个小兵吧，我舔耶。我在舔耶，平 A 平 A 哭，我哭了，我舔耶 A， 我们死了，叫人是吧，小伙子。区区还是薛威有那么一点低了。你杀他，你给我上去杀他，咬他，扎！真废呀，你是除了收兵什么也不会呀，我一看真是个废人。剑圣还装杯，我一会儿让你看见我头就大。剑圣，我跟你说，不用你狂。哪个头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买什么弹幕？有病是吧？买弹幕，买弹幕有什么用啊？买点贵宾还行。快回来！有的时候自己他妈在那穿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那要不就是斗鱼的问题，看的云里雾里的，还跑来看弹幕来了。不会真的有人看直播是为看弹幕吧？我天，你们这干嘛呀？啊？牛，
去找点朋友吧。牛啊！我佛了。这把难了，难个屁！他们家 ADC 掉线了，那莫甘娜跑上来了吧？啊，没掉线 ，ADC 都没掉线，莫甘娜六级跑上路来了，真牛啊！我是真是服气了，兄弟。建模要干啥呀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三杠一无敌了吧，兄弟？哎呦！还能玩了不？啊？我这咱还能玩了不？能给我打死他不？这莫甘娜，他要干啥呀？你别走啊！俺俩干一架，来，你给我回来，来。又回来了，你还跟我还打上了，你拽什么？你有什么好拽的？你有什么好拽的？自己又行了是吧？啊？你行吗？你不行，你记住你不行，别惹我，听见没有？不要惹我，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我吃个塔皮，我，哎我操了，干啥呀？你买个鞋吧。带个点烟好牛逼哦！什么点烟？他没带点烟啊？往中走啊！做视野根本没有用，人家想抓你，你做一百万个视野，他也有地方抓你，没有用。我推那个位置，我那个线已经到达那个位置了，我去哪做眼又能有用？你要干啥呀？
回家吧，也不好打了呀。你说你像个犊子似的，我操了！你给我等着啊，莫干了，咱俩指定是没完，你可别我逮着你。你是千千万别我逮到你啊！欺人太甚！你给我点信号又能有什么用？你自己看看做眼有没有用，没用。你上哪做眼的，他只要一直往上跑，你没地方做眼，你做眼也没有用。除非你们家能来人给你反蹲一手。嗯，无所谓了，死就死了吧，反正这 ADC 也没解来，没关系。我就别出去不行吗？啊，我还搁泉水里挂机，说的那么轻松呢？来和我玩吧！防御塔击杀。剑魔，这剑魔才九级，没事，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你们到底要干嘛？找死是吧？啊！操你哥了！作死，让你作死，黄人儿。我想想这鞋我出什么，我本来想出布甲鞋的，但算我不出了，我出水人鞋。我出不出水人鞋呢？算我不出水人鞋了，我出布甲鞋吧。那有个剑圣，打小龙，你们四打四应该能打过吧？那剑圣都没在啊。我怎么感觉现在如果剑圣砍我，那就是一秒钟我就死呢？我感觉我好脆啊，血量这么低呢？这
Dominating. Dominating. 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啊？这是。呀，这抠没抠到他，确实很脆呀。尤其是这海妖剑圣，跑的太慢了，来个步点还一会儿。现在直接出吧，直接出步点还。完，我再出个守望者铠甲，出一个蓝盾。太欺负人了，吓死了，真是欺负人呢。要是你玩心态早崩了，不用心态崩啊，心态崩啥，一会儿复仇啊。我们家下路702，你这正常，人家赶上你，他们家下路必定是劣势，如果他们家下路不劣势你就骂，兄弟们你就骂，人家一直抓你，晚上人家下路还优势，那直接就开骂，菜逼。爆破我不用了，往这儿走来。小黄毛不能没保护啊！你们的人都哪去了？过来人呐！左死右左死，来打我！你他妈的，你能打死我？我又死你！一个人头也没有啊！怎么会没有人头呢？出完这个守望者铠甲，我让你们永远也打不动我，我让你们知道知道到底什么叫肉。现在皇子打我身上八滴血，我跟你们说最多八滴血，你大爷，0.5，最多撑死八滴血，就这皇子打我。这剑圣打我10滴血。我看你们谁打得动我，来吧。就你叫剑圣啊，就你叫剑圣啊，啊，快来个人。就你叫剑圣是吧？剑圣，剑，给我点燃了。剑圣有真实伤害，确实没办法。但是你们给我团灭，听见没有？给我团灭！都别活，都别活啊！都别活，就打我，对，就往我头上来打。那十滴血是十滴血，人家海妖啊，人家海妖加E呀，那其他伤害呀、啊。你普通攻击10滴血，
那不有真实伤害吗？你真实伤害多少血多少护甲也没用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虽然我们死了啊，但是你们家基地没了。不用你打我，你打吧，你就往这阿木木头上打。勾一个，给我勾出来一个。哎呀，你勾啥呢？你怎么往右边勾啊？这边 ADC 挂机了， ADC 挂机了，说明这 ADC 没有我们心态好，心态不行。